每到周五周六的时候都会有往医院送的啊，基本上都有切伤。所以那会儿你说大家几个人训练的摔倒在一起了，基本冰刀就划破了啊，不是刀伤切伤的就是断了的，都是这样。还有的就是这个，你像我们当时队友从冰场抬出去了，这个另一个他们摔在一起的运动员就是下了冰也说，哎，我赶紧的就是去医院看他哈。穿刀套的发现，哎呦，就是我冰刀刀尖刀根咋没了呢？那边的医院里边的时候就哎，正好就是插在了这个膝盖里，就道理就别折了。哇！但是现在已经好多了，现在就是切伤很少了。衣服呢，它会里边有防切割的面料，然后外边呢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身体量身定做的。随着一代一代的吧，然后到现在你又是不一样了啊！现在运动员很幸福。